鸟叔啊，哎，零八，哎，一八，哎，哪一年的？一八年。哦，他那个啊，一首歌一下就红的我了，不知道那首歌赚多少钱啊！真是，人家在这里。但是韩国的那个明星赚钱没有中国的明星赚钱厉害啊！同样一个。他人小呗，是吧？同样一个就上。但是。但是中国大陆这边给力啊！那个歌啊，在美国打响，对，所以他挣的钱就很多。哎呀，那个奥巴马是吧？当时也来骑马。是吧？
只要你们开心。是这边的吗？不是这边。我的妈呀！我操，这么大了，这么大不叫咋？珠峰叫什么？呀，这哪里还哪里？你说哪里？可以不啦？可以确定吗？我去，我真的烦死了，真是的。太歪了，太歪了。被这么大的圈养了。这就是，这能表现上海的这种霸道之上海的妇女霸道就这样，太霸道了。说哪一个？这个还是这个？我是很胆小的哦，不然真是把我心脏病弄翻了，我操！要这个的。昨天不就这两点得的吗？昨天我们就是跟他这个打架嘛，跟他那个客服跟他酒店那些，有个小孩仗着他妈吓到心脏有问题要给他检查，说他要5万，我操，要狗屁5万，现在5000不赔你，我跟你说，随便你怎么弄。好厉害哦！不是我厉害，我们老总厉害。你们老总多大岁数？比我还小2岁。是这个对吧？在我们的右边的那一组对吧？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这里这边，这个就是珠峰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就是珠穆朗玛峰啦，简称珠峰啦。珠穆朗玛。有雪吗？有。怎么没雪啊？雪就是少了一点吧，都是这样的吧，像都是冰川的感觉，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你再不回答我的话，我打死你！我回答了啊，我怎么没回答？我好像我总感觉这个比这个低嘛个。是，我的妈呀，还距离吗？是吗？那你越走越雄伟了，肯定这是。哎，对。我们不能走得太近的，肯定是对，走近的，走近没意思。对，太近的话就看不着了。不是，走近的好像拍不了了。首先我们还去不了，首先，对不对啊？去不了，去不了。所以说大概就是离个可能30公里。就这个的啦，就在我们正前方，是吗？哎呦，我大姐，我的姐嘞！干嘛啦？你这个是这个啦，最宏伟的东西，这个、最宏伟的、这个、就是这个叫珠穆朗玛峰。哦。你但是怀疑我的智商有问题吗？还是怎么、啊？是因为我这个人呢、啊，现在到这种岁数了呢，别拿这个说事儿，一唠叨呢，就是一点事情重复不断的说几次。跟这个唠叨没关系啊，你这有我感觉你在考验我的智商了、啊，考验你的忍耐力。哎，对，真的，考验你的耐心。嗯，对对，你觉得我的耐心好不好呢？你就是把王，你就是把王姐对吧，伺候明白了以后就对吧，没问题。对，只要把你伺候明白，这个什么、哎、这个地方拍应该是最好的。这就终点站了。嗯，再走不了了，看着前面去不了了。这是终点站。你看这个好漂亮哦。好的，终点站了，来吧，来吧。哦，好漂亮。来吧。这还是蛮多的。哎呦，走到这里。嗯，随便你走。走到这里，正好，我少走一步。哇，漂亮！这是 The Everest。能给你一个弄啊，我们就。